假如饼干变得特别贵。妈，晚上吃啥？昨天剩的菜咱们吃呗。家里没有零食啥的吗？哪儿有零食啊？这过年了，不买点花生瓜子饼干啥的？啥？你要吃饼干？你可真混蛋！饼干咋了？饼干现在可老贵了，全都放在奢侈品专柜了。那现在得多少钱呢？现在一克苏打饼干6000万，拥有一颗世界首富都得给你点个赞。这么贵？对呀，一克曲奇饼干8000万，拥有之后成大万，这不闹呢吗？一克夹心饼干1亿，拥有之后财富自由，从此富裕。又是巧克力夹心饼干呢，那都不知道咋算了。你想啊，巧克力也贵了，饼干也贵了，他俩放在一块那得翻多少倍呀？这次是为啥呀？这次是 BCK 特星球在全宇宙收集饼干，把全宇宙所有的饼干拿走给 Cookie 奥特曼。什么奥特曼？一个新品种的奥特曼，他们特别爱吃饼干。这回他们饼干吃好了，来保 BCK 特星球平安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哎呀，你懂什么？我没法懂。我给你们拿个好东西，我有雪饼。嗨，我以为你有饼干渣呢。雪饼是啥呀？也是饼干的一种啊！你们看，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满满的，脆脆香香，闪闪发光，上面有糖霜的雪饼啊！行了，你们吃吧，我再回去拿点巧克力夹心饼干。我儿子是 Cookie 奥特曼。